陈耀离开了曹操的相府，把书信带回来，到了自己书房坐定下来。因为陈耀的话没有什么奇怪，就包产一顿，随即就把书信拿出来，拿了冯涛韩世昭曲目的这个笔记，一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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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腾整，把陈虎下好的时候要向曲目的口气，以后把书囊叠起来套好，缝跟缝摆在面前。陈作端就像根本心意陷进曲树下属这个人不要，要像个穷孩子家里出生的老家才能够起得住曲树。陈有相子在在非他不可了，说陈大夫，你的无名中官陈也累进哎周家人去了，一开口古外面进来个老家人，这个老家人60多岁，将近70岁的人，姓陈，姑奶奶，他这个当家人的可以跟主人公姓，也就他本身就姓陈，因为可了点名字眼叫陈眼，陈眼进了书房，哈，主人老奴陈眼见主人亲眼妈，这个房子墙都弄得好好的，咋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陈耀离开相府，回到自己的府中，到了书房坐定下来，他就先把这封书信拿出来，拿了封套照着曲目的笔迹一笔一笔地把陈虎下好了，写好了之后笔再夹书囊子提起来套好，封对封摆在面前。陈耀就想根本心意陷进曲树下属的这个人不容易，会要像个穷孩子家里出门个老家人才能够起得住曲树。陈耀想哎，非谋人不可了，这个陈大夫得我们中官陈演来见上哎，收下人去了。一刻功夫书房外面进来个老家人，这个老家人呢在古来扎心也跟做了红心的，有的他本身就姓陈，点名是个演，今年60多岁。陈演进了书房是主人，陈演见主人亲眼呼呼老奴有何吩咐，老人家你清楚老奴不改，有话跟你讲。哈哈，是。陈演注定了就把这个抓住夹在凳头上朝下一坐，老人家是主人，我当心这家跟我同床共下的一个朋友，你可记得？主人，你的同下朋友很多，有名便是无名不详啊。这个人他姓曲，叫曲树啊。主人，甘肥就是跟主人同床共下，住在主人书房的红头那个曲大相公，可就是他，正是我。认得啊，见了面你认得。他现在呢，在新一县刘备面前为军师。他在新一县不姓曲，不叫曲树了，姓县，叫县佛，因为他鲁名叫个佛王。是，我现在一件事，请你办好。这封书信交给你，你用右指骨和贴落身旁，不能大意。是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穿一身唯好的服饰，是带上坏服饰，把一好顶好的服饰也准备。是，你呢？离都城一路斩杆直奔新义。哈哈，是。这个路程你记住啊，由此间奔新义千里之遥，对呀。你在这个路上要得注意。哈哈，是。你到了新义县问曲树，不得人晓得问县佛，问到县军师的公公。你呢去如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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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见了曲树的面，你必得如此的说相，是然后就如此如此，随后如此，保证事情能够成功啊。另外你见了他的面啊，要得放声大哭。好，是主人。
恼怒，临场口径无泪不得眼泪。是的，我这个现在蛮好的，我什么是有眼泪淌呢？哎，老人家，临场口径无泪是，你何妨跟他追呢？哈，哪个追啊？跟你追啥？这可在你脸上到了，可不知道我脸上去啊！老人家，我再问你，当年我在家读书是个孩子时，这年家里头也不行，当地的收成也不行，家里头是米无一粒，财无一根。梦里老人家请跟邻水站追了一把米回来，足足都不够我叫你熬汤吃吧。那一部分苦情，等你粥汤熬好，你就混运在厨房，你自己能够记得了。好好是主人，不提当年之事，便把提起当年之事，老奴哭上了。哎，你跟他追嘞？陈阳只听那个临场口型相顾，哭了在眼里，就觉得好事精准，主人吩咐。眼泪是追到了，我看你这个样子还是不能去。哈哈，主人，老奴怎么又不能去啊？你这个脸上非常丰满，60几岁，但是你不想，你必得要改变形容。陈阳想坏了，这就不必了。哈哈，是主人，老奴怎么改变形容？身就皮毛长成，我怎么改烦呢？不错，我叫你改变形容，你不能改变，我教你办法。好好是，有此间本心，一线千里之遥。是啊，你在路上对我呢，既不惨，可不硬，亦不说小能行。肚里饿，对我多一颗；肚里饱，对我多牙一嘴。刮风，风里走；下雨，雨里行。不要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即便青壮少年，要不了一个月，面盲就翘首。何况你这么大年龄，事情办成功，你放心，送你2000两银子，禀禀丞相，大小包你滚子。让你子孙托钵，托钵怎么讲？在古来啊，商人的这个出身要紧，因为他当家人，随后小孩子出来不得什么其他的事做，包他一个官职呢，随后就可以把他这个家人的这个名字可以吸的，就以他的小官职的名字，随后下人还可以往上拔，什么个意思？陈言如何陈言？论你这么大岁数不肯吃苦。他是为儿为女儿，想到随后子孙永远托钵，好好事，请准主人吩咐。好极了，你呢能够把这件事办成功，回来绝对不失信啊！我把这封书信交给是，你得照顾这个办法，一路干备心一心，见了屈书，必得如此，言后如此，随后再如此，事情保管成功，请准主人吩咐。陈岩领命回来，陈玉祥这件事由陈岩去差不多。陈岩到了自己家里头，就照陈玉的吩咐，穿一身为好的服装，把这个最坏的服装呢搭档干净，最好的服装也是如此，打了包裹。另外呢，拨了点银两在路上做铺费的。他收拾好了，陈岩包裹一杯。离开都城，一路沾干这杯心一喜，路上是饥不馋，渴不饮，衣不缩，小人行的强。没有到半个月，陈岩面盲憔悴，60外岁的人，所以面盲憔悴了，好像枯干涸瘦了。今天还是朝前进走，走走走走，离新义还有丁都一站路吧。陈岩就赶个缩电线投下来。投下来，稍微洗下搭档一下，就把最坏的服装穿在身上，把这身最好的服装呢搭档干净，搭在包裹里面。他把防范前这副离开客厅，这被行医沉重了。到了行医沉重，他逢人问人，问到县军事的公公，有人指定。陈阳到县军事公公门首在朝里望，不错，是县军事的公公。他说照被墙杆一站，稍微平和之气，然后直到公公门首陈阳从归水阳的望出里头，看见两边门的上注目的当差家人，这个天险就是陈阳朝里的一场
一刻，当时车来往的叮铃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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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这边走的。当时的也没子过分注意，老头子磕了个巴嘞，嘿，陈阳转了下子走这边回头了。稍微平个时期，又到了门首望住里头，里头车来往哒哒哒哒哒，又跑到了。两次里头当车就带。刚才有个老头子在此张张望望鬼鬼祟祟，恐怕是奸细，不错，等一会儿他如果再来将他抓了，孤言不出，陈眼中一下就这边回头又朝左边墙开一朝军师府门口走了，才走到军师府门口里头喊什么人抓，跑到了出来一个把陈眼抓住，外头挡在地捅出来了，朝他面前吼，哎，你是什么人，在此张张望望鬼鬼祟祟窥探军师府，哈，诸位兄弟不可惊慌，我是赶路的，你是赶路的，把他周身上下望不住杀回当阳风尘仆仆，你到哪去走哪来，再问诸位兄弟有此间被新一仙者哪道而行，老人家，这个地方就是新义县哦，就是新义县。请问诸位兄弟，新义城中有个县军师的公顾问在哪里？这老头古怪，到县军公馆门口问县军师公馆。老人家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县军师公馆，那此点就是县军师公馆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哈哈，陈爷，流泪。好像伤心和当年这么大岁数来想儿女托钵吃这趟辛苦，他想想也要难受了，当时抓住他一喝手抄下一声，提提到县军师他告诉了，所以手抄下一声，想想一张心是军师府什么要紧的人啊，这个老人家你不必流泪，你是我们军师府上什么人，嘿，诸位兄弟，我是你们军师府中的内外都中共啊，当才把他往外火铲的中共，内外都中共上下至少有头二十个或者二三十个当才的旗帜，接着刚才这个周身衣衫褴褛啊，你是我们军师府中内外都中共是啊，干烦你们诸位兄弟进去通禀一声你家军师，就说我来求见，好，你请门房坐，邀请他到门房坐，有人来现场，有个当差的老人家稍坐啊，他他他进来，陈岩就坐在门房，有人打萝卜倒茶，先前把他当奸细的，这刻听就是军师副总的内外都中共，你别看啊，以前那刘朝长见了我军师的面，能够叫他在军师府做内外都中共。我们随后也归他即知一位可了，所以打龙布打龙布倒茶倒茶，陈岩这刻涌入门前了，诸位兄弟，说老人家你们可知道你们家军师姓甚名谁，当这些老头奇怪了，到县一心问县一心，到县去公公们是问军师公公，他来做的县军师这刻倒过头来问我们军师姓什么，老人家我们家军师姓县不姓县啊，他姓曲，叫曲寿，这是陈玉的家族，很见面前的小摊子黑子，你不要蒙人了，叫曲寿啊，原来是曲军师，他在地方跟他们当差谈，一个当差来兵名曲寿，曲寿年日心里的恨不言，什么道理不晓得，住在地方结果有人把他头发抓住出戏里，住下来慌慌站起来身上这个人，结果有人拿狗子狗就发誓冷静露露狗蛋，心头非常之烦躁，想想我究竟什么心是个烦躁上，不错，我这一个母亲在讲没得什么其他的心，母亲们一个兄弟徐康能够带他办事，而且能够抚养老母，交几个门童，不得什么其他的心思啊。这时候屈原在慌着慌着朝下一走，还是愁眉苦脸，外头当差进来是兵军师，好好无事，这个外面来了老家人，
寇准是军事副总，内外都中国啊，哎，特地前来见军事。屈书香坏了，一定有了事了。我家里哪会这么个老家人呢？忽然的来见我，怕的母亲不晓得有什么事啊，你赶快有请示，当才去了。屈书，李书房到外面来，到了大堂口就临城王。这当差的到了门房说：“老人家，我军师有请，哈哈，两位立了。”当差的林祖禄、陈阳跟随后面，那叫绕过了这个山门，这条甬道就奔大堂了。到了大堂甬道钥匙管子绕过来，这当差旁边先，后面就露出陈阳，上面露出屈书。屈原则站在堂口，林长王看见底下来了老家人。一在南楼风尘仆仆，屈书香四周家里来，你看这个样子，这个地方陈阳一慌看到是屈书，他认得屈书，虽不认得了其多了，但是屈书他有个计，是吧？就在朱眉梢一搭计，计当中有两杆好，两杆好乐见杨锡堂往薛老兵兵弯将阴锡堂呢就杀下了，好险是横长连着好险走黑下走能够到右边，而门告知这叫一柄生金钉，请示老黑门，请贵之相。陈阳一望，对了，枪步走到堂口，朝屈书面前一站，双手就朝屈书桌面上一捏：“主人呐、啊！”痛哭就和家里死了个人差不多。屈王：“哎，老人家，你何必好事主人？”老奴好容易千山万水得到此间，问到主人真心人民无人知事。后来有人说有个县军是吴襄阳，县夫即是屈书，屈书便着县夫，老奴大着胆量在来的呀，伤心得很。屈书点点头：“哎，老人家，哈哈，是主人，你既然走家中前来，我家母亲在家身体可康健，大孝子。首先他不放心母亲，好事主人。太夫人身体尚好。”屈书这样啊，我家母亲身体蛮好，你伤心是不是？就跟家里死了百个人差不多。哎，我母亲身体尚好，你为何如此的不让？好事主人，你切不可教训恼怒。老奴身边有太夫人身处在此，主人一见方知。说出陈言，把衣服解开，手抖抖渐渐在怀内把那封书信取出来。他有纸古画的，把有纸打开，点将书信双手呈上。取出大孝子啊，见母亲的身处，前一步进前，伸手把个书信接过来望，迎面一炷香，叔父。张南屈书请见。对了，再看看毕竟母亲啊，想到母亲在家受苦了，他大孝子在风头跳开，浪子跌出金铠滚干了。陈阳如何？陈阳收在起就把个念捂住，还是在做靠主人。屈书往往这个书子上头，我交代清楚，三高烟上有我们呢，非念出来不可啊！哎，我说呀，两位念念，书信就照屈母的口气，写了给儿子屈书的。因为屈书离开家十数年了，跟母亲杳无音信。现在他是书信上写的呢，头句就狠了，一个字进就进来进，鲁地抗上，现在你兄弟屈刚死了。屈母亲正在悲戚之间，屈说：“哎呀，先帝，这是受到之情。再想想母亲受苦了，屈母亲悲戚得很。正在悲戚之间，北朝丞相私人将娘拿至许昌，一路被犯，是要断金刀的。哎呀，母亲，屈书想糟了，母亲要被杀了，你想当后救。”这个我觉得跟严义上有所不同，严义上提名了相当陈玉所救，我就没用这个。你要提名了陈玉，屈书不得、啊、
他的学问也很高，他想不起来嘛。他所以呢，汉武其实相当乎就是请家里头的人也可以，邻居也可以，就老我今夏娘在内室之中住在牢里头，母亲住在牢里为我受罪了，如数大人心意前来可念屈老之恩，数不尽言屈原在如何忘了之后，双脚起跳，母亲啊，见双脚起跳，陈岩把手抬起来捂住脸哭了，他说双脚才跳得起来呢，想想母亲受了大罪了，蜀姓王族他是内陆玉柱眼泪就跌在纸上，哭住相助，吴继言得到消息把蜀郎跌起来套好，他袖子里工吴继要把这个老家人开发而走，